今天是第几天？你干嘛电脑？三跳。哎呦啊，都存了群组。什么？啊，还有五月图。爬山，我爬爬山下雪道就这么走。他有八个词，八九个词，从40。你们爱加强啊！啊，来。这是什么山？泰山。公会姐啊。公会姐啊。这山所在？这是。玉皇宫吗？泰山。登泰山。OK。叫睡吧。登泰山小天下。加油加油！泰山登顶即将成功。来了哈！五岳独尊的感觉是怎样？超棒的！成功！登顶成功！耶！是五岳。这上面山啊，玉皇庙有灵巧无？第几天？在沙漠里哈，这个是一公斤黄金。今天有注意吗？好，来拿这里。钱康利接受采访一下，上电啊不啊，上电视的。你什么所在？在什么所在？大明湖。哎，对，好难听。你要拍吗？来，干杯，干杯，喝茶。这效率比较少，雷都爆，雪而已。啊？我踩到。啊？啥踩到？送入洞房。又是取出来的。今天是第几天？哎呦嗨！东湖好了，我说呀儿呀，我有过几年了嘛。今天是第几天？小生翕相水不？水。大家拢学啊，得志。啊，这是青岛美术馆啊。随便拍都随便跳，啊，你们两个疯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个叫什么关？八大关。接下来看我们很轻松的事。趁咱俩，好，在那边。
青岛美不美？真的很美。那结婚来最后的不是他们就试着看好把家煮吃吧我来吃吧不用不用饭了啊好拜拜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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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几天这里是什么庄？完美吗？今天是第几天？要回去吗？要回去吗？不要回去。想逃，咋不点招了？啊，咱们这样点都打不进招呀，跑出来，到处乱今天是第几天？一圆满成功。